这个 meme 最近很火，于是我也来凑热闹了，呵呵。问啊，问你妈妈，安迪，你觉得我跟你女儿几岁适合结婚？你们随缘呐，你们觉得你们要几岁就几岁哟。有啊，你妈妈祝福我们了，耶、yeah。嗯，我们两个已经分手啊。哦，是我有这个提议。